大家好，我是 Stereo 不二良。今天很高兴呢，在这个酷的潮流展里面呢，为大家介绍到我们这次呢，整个会场的我们设计的一个焦点，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招牌的小鼠，让它穿上了一个丹宁裤，然后呢，牵着它的小宠物站在这个舞台上面。它现在化身是一个摇滚巨星的装扮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整个场景呢，是我们用我们品牌擅长的一个拟真的风格，做出了一个音箱、音响，还有这些整个演唱会的舞台效果，来传达我们品牌一直希望能够让大家更感受更多的摇滚的气氛。那希望呢，大家来到这潮流展中，能够感受到这个摇滚又可爱的气氛。谢谢。